泰晤士河作为英国伦敦的母亲河，承载了这片土地上几个世纪的文明与传说。大家好，我是 One Look Through the Crystal。 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的这个项目 Transit Backside 正是受到了泰晤士河潮起潮落的启发，融入了波浪线条和雕塑艺术的精髓而设计出的大师级作品。从项目步行2分钟就能到达泰晤士河岸了，傍晚沿河漫步，可以看尽泰晤士河两岸的动人风景。项目位于伦敦南岸一区最具活力的现代化社区，旁边就是泰特美术馆，包括圣保罗大教堂、碎片大厦，还有莎士比亚环球剧院等等知名建筑皆近在咫尺。在这里能够充分地感受到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精妙结合。 Transit Backside 有2栋住宅楼，1栋14层，1栋18层，一共提供了169套豪华公寓，有1到4房可选。住户可以享有优越的配套设施和服务，包括24小时迎宾、商务会客间和电影院等等。我们现在就来到项目位于8楼的一套两房样板间了。这一套样板间的面积是99平米，北面朝向，可以看到对面的圣保罗大教堂，还有旁边的伦敦泰特美术馆。室内装饰以明亮的色调为主，温暖且具有现代感。室温控制采用了新风循环系统。开放式的厨房设计，宽敞明亮，电器采用了德国米勒的品牌，并配有恒温酒柜。在这里居住，您可以享受到奢华又有品质的居住体验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样板间的主卧，可以看到卧室的空间利用率非常的高，包含内嵌式的衣橱，还有宽敞又充满设计感的卫生间。每天早上从床上醒来，都可以看到窗外有一段圣保罗大教堂和绝美的风景线。不知道看完这个豪宅项目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被它的艺术气质所深深吸引呢？如果你也喜欢的话，就快来找我们吧。我是 Crystal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